没事儿，咱再添点亮了，还乱啥了？不是，你早晚上啊，你还这里亮亮了，还乱啥了？不是天亮了，现在我给恁把麦的两件儿那啥时间套都得给我磨毛了，现在铺正好。家里有时间套衣，我这个铺上暖和。哪有？啊，这给你买的那个。哎呀，这个那啥给你买的套睡衣，帮你弄相中不弄我了？天天还把恁家的我买个就那个绒绒的，这个稍微厚一点。你也有，稍微厚一点。我保证没有你买的好看。 一般，我这个色儿干净。我你别误会嘛，也没啥那啥的。挺长时间不见你哈，就是好久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咋说了。这可有一段不恨那啥了。有一段了。嗯，你看那一段他也忙，这一段俺那儿又有那啥又不能出门。 我也说去看你来，哎呀，不要，我有时间了，我来看你。你天天忙得很，我在家还没事儿，我就过来看看。我今天上午有点事儿，俺俩带的稍晚了点，我买了点羊肉，我说不中包成羊肉包子吧。上回上咱说俺妈包那羊肉包子好吃，想吃给他买点是吧？还鼓着给包啊？那不一样是吧？阿姨，去年这个时候你也是给我弄了一套卡通嘞，我可喜欢。 这个很色的，一般小女孩儿都喜欢。那就慌了。阿姨，哎，要不咱俩吃拍一张吧？咱俩平常怎么拍过？走，拿着。啊，正好好看，后边。跟恁爸恁忙的时候，早起的时候，恁可以热一下，睡得迟了啊，别再天天着急不吃饭。嫂，你过来没事的时候。 你就帮小楠干干活，煮煮饭，让小楠歇歇。阿姨，咱没事来的时候，经常做饭，都是他做饭。让他回去，让他住吧。啊。你怎么了？ 生抽捞抽，放点蚝油。我平常在家也没事儿，等了以后没事喽，我经常过来的，给你帮忙吧。是。你别扔啊！别扔了。 这都劈不开啊！这不用拿恁多呀呗？拿几根儿都中了。哦，拿这厚皮嘞，这都中了。这都劈不动了。就是几根儿够烧的中了。这中了，这够烧了，是坏木嘞。慢点儿。啊，就这够烧了。走，那个桌子吧。不沉不沉，走。哎。 不错了，你会包。啊，那什么，再吃啊。上锅了，用枪。上锅了。再来。 你那火锅愿意沾我身上吗？咱我烧吧，用枪。羊肉包子。盖锅，就这样就行了吧？嗯。找着小，浇什么？我先吧，不烧。少不烧，不烧。这个烂的点儿，不行了。三个小哥都在等着吃。 呀，还留油嘞！尝尝，咸甜。给姨这个馅儿多了，正好。嗯。
地，要不今天十号整个月昨晚都整完了，整就底了，拽吧，拽拽吧，哎，一会儿穿饭点行吧，啊，还没搁这住啊，没有，咱俩水一坨，走，你吃了几个？吃了三个。